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埔里的淘米社区，要住的这个民宿是锦上锦。那我们这次订的是一间小木屋，进来这里就会有两张双人床，然后一个化妆台。空间的话，四个人绝对足够。啊，然后一台电视，不过山上这边的收讯好像不太好。好，电风扇，这里有冷气哦。好，这里是它的浴室，有一个小小的浴缸、洗手台。对，那这边的话是没有提供一次性的备品哦，所以说这个部分啊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，就要自己先准备。外面的话还有一个阳台，可以在里面休息、喝茶、聊天、吃饼干。弹簧床的部分呢是偏硬，不是属于很柔软的。然后两颗枕头，枕头的话高度还算可以，适中。这里总共有两栋小木屋，那边还有一栋，那我们住的是这一栋。那边的话还有一间主要的民宿区，主栋，它叫主栋吗？啊，这里会有一些房间，然后这里有阳台，那边有个大阳台，这里有个小阳台，都是可以使用的哦。从小木屋走过来，这边应该就是他们的管理中心，不过好像没有人。那我们刚才从这个坡道上来的，这里大概是属于半山腰的地方。如果以淘米这边的民宿来讲，这里是属于比较深山的，但是风景也会比较好一些。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的造景其实还挺不错的。然后这样一直走过来，啊，这里有一个像是景观咖啡厅的地方，这是明天吃早餐的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拍照的地方。过来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景色。好，这里还摆了两张椅子，一张桌子，还可以在这边看日出。因为太阳的方向在另外一边，所以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日出的方向。下面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民宿哦。好，这里就是淘米社区。那这里的话就是南投主要的公路。我们刚才是从九族文化村那边过来，开车过来很快，大概就20分钟左右而已。今天我们要吃晚餐的地方，波奇尼拉意式屋，两位小朋友，对，他们指定说要吃披萨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吃披萨。小朋友就是喜欢吃披萨跟意大利面。Let's go！ 我们接下来要走到黑黑的路，适应一下就可以看得到路了。哎，你们走左边，对啊。萤火虫的行程要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往回走。今天住的民宿就在那边，往前走下来，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到那个草南湿地。不过那边现在是关起来的状态。对啊，宝贝，从那里开始就是草南湿地。对啊，那边是草南湿地啊。你看那边。对，民宿主人说他为了要富裕这片生态，所以就没有开放，是关起来的状态。晚上的时候，那个铁门是关起来的。大家要来看的时候，对，记得千万不要用手电筒，用手电筒就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嗯。对啊。我们今天住的民宿，锦上锦。
这棵，因为这一棵超多的。嗯，老板娘说她种了很多，太多了，她用不完。给我呢？对啊。数都数不完。嗯，不用摘太多，我们一个人摘个大概30棵左右，哦、好不好？我说已经快30棵了，还没啦，因为我们也吃不了这么多啊，那、太多的就浪费。不会，我刚才有吃过，还可以。蚂蚁是正常的、啊。外面的也会有，只是没有它整片都那么多。Hey, 所以你要分辨新不新鲜，就是看一下有这个包子比较好。对，啊，这个就不要刻意去洗掉它哦，你洗掉的话就没有用。对，那它其实是跟木耳一样，要长这样子，差不多有手掌的大小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你这个就这样上下摇。看好，那它其实拔回去，你要把它这个根部全部剪掉，它的根部是不能吃的，吃起来会有螃蟹的味道。螃蟹的味道，这么特别。导览完喽。丰年农场其实他这边导览讲解的还蛮仔细的，对啊，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体验一下香菇的导览活动。他会让你介绍就是各种不一样的香菇，刚才有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，他们叫做蓝宝石，很酷，适合亲子来这边旅游哦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餐，狗饭瓶水饺馆，好吃吗？你最喜欢吃什么？葱油饼。那你最喜欢吃什么饺子？水饺。这里的水饺跟葱油饼都很有名。葱油饼已经被我们吃掉剩两片了，然后还有这个客家小炒，它是一个套餐哦。再来一个汤。今天就到这边结束。